Hello， 大家好，又翻嚟整裝待發啦。今日咧，我哋就請到設計師 Jackie 先。Hello。係啦，咁 Jackie 咧今日就會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咧一啲喺裝修裏邊成日會進行嘅一個圖則嘅改建。咁啊 ，Jackie， 咁啊，其實裝修嘅時候咧，梗係想提升成個空間感㗎啦。係啊。咁有冇啲實際嘅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就係點樣考慮咗啲户主嘅需要而改，俾一啲設計嘅概念佢咧？咁我最近做了一個圖大花園，咁啊一對夫婦，咁咧佢就即係建議咧，即係我建議佢呢個提升嘅空間啦。咁喺原職嘅圖大花園兩房單位改為一房單位。另外咧，我亦都喺個廁所嗰度咧褪咗幅牆。咁啊，令到佢客廳個電視位咧個空間感咧就大大提升咯。廚房我亦都改建為開放式廚房，咁啊做咗一個吧台，因為咧佢就比較少呢個客人，咁啊佢唔需要飯台，就用咗呢個吧台同埋去做呢個餐台咯，就變咗個空間大咗啦。咁就所以推門嘅時候成個空間就大咗好多啦，即係300多尺就好似變咗400多尺咁嘅效果。係啊，效果唔錯啊。OK， 明白啦。咁啊，即係如果有得拆曬佢做過，梗係好啦。咁但係有冇啲簡單啲，其實改個門口位都可以攞到啲位出嚟呢？哦，咁我有一單咧，就係名城單位。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喺個主人房嗰度褪咗個門口出嚟，咁啊增加咗裏面有個衣櫃，係同埋擺手袋嘅櫃，因為咧個户主咧就要求即係有多啲空間儲物。咁啊喺房裏面，咁另外咧，佢亦都係即係玩開 figure 啦。嗰個門口褪咗出嚟之後咧，就成個 L 位咧喺客廳嗰度咧，就好似一個標煙嘅display 櫃咁樣咯。咁啊，唔該曬 Jackie 先。咁啊，關於要呢個有圖則改建或者有一啲門口位要改嘅話咧，都可以再同我哋討論一下喺以下連結留言啦。